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里面也有加入我写的词，所以刚开始对这个 MV 一个构造是我脑袋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画面，然后也没有多想，然后我就把我的一些包括服装还有造型还有整个的场景我都有给导演一个大概我想要的东西画面。当时我有点害怕说导演会不会崩溃，因为我要的东西有点比较狂的感觉。有过去看那个视频，然后我整个嘴角都在上扬，就感觉嗨到我，就是内心特别开心，就有一种心里也有一种很感恩的感觉吧，就是觉得能有这么样的场景也是很感谢大家。如果太抢眼麻烦就请别见外，听见我的心不蹦不蹦中间拍，感觉整个身体强烈热起来，那是 LYXUR。刚开始特别怕自己会表现不好，然后让大家也会觉得很辛苦，所以他还好，我的体力还蛮好，但一直有跳舞。快把姿态摆出来，要够帅要够拽，朝着哭到崇拜加一百，对的人请靠过来，跟我一起嗨，更多精彩由我说了算。终于收工了，天哪，历经了14个小时的拍摄，刚刚所发生的一切感觉就历历在目，哎，觉得我的心情就跟这个夕阳一样。 Hot Party 等着你。